孔令辉右手横握球拍，两面反胶，弧圈结合快攻打法，技术全面无明显漏洞。正手拉弧圈球，旋转强，冲力大，落点刁。反手技术好，能拉能拨能弹打。正反手衔接技术娴熟，速度快，相持球技术突出，攻防转换能力强。主要成绩：1995年43届世乒赛男团冠军、男单冠军；1995年16届世界杯男单冠军；1996年26届奥运会男双冠军；1997年44届世乒赛男团冠军、男双冠军；1999年45届世乒�赛男双冠军；2000年27届奥运会男单冠军；2001年46届世乒赛男团冠军。马文革右手横握球拍，两面反胶，弧圈结合快攻打法，正手弧圈快速凶狠，侧旋弧圈球质量高，杀伤力大，正手拉与打的结合能力强，线路和落点变化多，反手拨打速度快，弧线低，常能为他的侧身正手搏杀创造机会。比赛中他斗志顽强，跑动积极，相持中敢于抢先发力，进攻凶狠多变。主要成绩：1989年10届世界杯男单冠军，1991年12届世界杩男团冠军，1992年13届世界杩男单冠军，1995年43届世乒赛男团冠军，1997年44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单项技术分析。正手攻球，近台攻球是快攻结合弧圈打法的一项重要技术，其主要特点是快。击球时可借来球的上升力，故也称借力攻。请看孔令辉、马文革的近台攻球，他们站位近台，离球台端线约40厘米左右，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持拍手上臂与前臂之间的夹角约为110度，击球前自然放松，上臂置于身体右侧，球拍与台面同高或略低于台面。击球前向体侧引拍，球拍呈横状。当来球从台面弹起时，上臂向前摆动，拍面固定并前倾。由于是横握拍，手臂与手腕呈直线。击球时，前臂迅速向左前上方曲臂发力，在上升期打磨球的中上部，球与球拍的接触点在身体的右前方，同时身体配合手臂的发力方向向前转动，在球离拍后迅速放松各部肌肉，手臂随发力惯性挥拍至左额前，身体回转，迅速还原成击球前的准备姿势，整个动作轻松协调优美。马文革的前臂发力快速有力，击球时拍面固定，他的打磨动作准确合理，整个击球过程干净利落，毫无多余动作。正手台内攻球，当判断来球在右方近网处时，右脚迅速向前，膝关节微屈，上体稍前倾并收腹，持拍手臂自然弯曲成160度角，并随身体前移迅速将球拍压进台内，手腕稍后伸，当球跳至高点时，前臂和手腕协调用力，向前上方用力，触球中上部拍面前倾将球击出，击球后前脚蹬地离台，还原成击球前的准备姿势。赢球时手臂较直，球拍伸向台内，击球时向前上方发力，以向上为主，前臂快屈。
侧身正手攻球。侧身正手攻球要根据来球的落点采用相应的脚步移动，使身体处于来球方向的左侧，以保证合适的击球位置和发力距离。当孔令辉、马文革以跳步完成侧身击球姿势时，是左脚在前，右脚在后，上体向右转，前倾并收腹，身体重心偏右脚，左脚辅助支撑，随着发力击球上体向左转动的惯性，身体重心由右脚转到左脚。为防止身体前冲，膝关节轻微下压，随着膝关节的弹起，身体重心还原于两脚之间，准备下一次移动击球。在实战中，孔令辉会抓住对方来球稍高稍慢的机会进行侧身攻杀，他的步伐活动范围很大，能从右方回返守卫进行侧身攻直线，常使对方措手不及。孔令辉的侧身攻球线路变化较多，他能连续进攻对方左中右三条不同线路。马文革在实战中常以反手快攻后伺机侧身正手搏杀，或从台内挑打后进行侧身攻，他的步伐移动迅速而又准确，这为他的发力攻球提供了有利条件。正手拉弧圈球，孔令辉在拉球时善于舒展地运用全身的力量，动作大但很协调。在拍触球时，他的持球时间长，因此拉出的球比较稳定。孔令辉为了加大拉球的力量，引拍时不只是用臂，他的手腕也有引拍动作。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引拍时手腕外展，这是拉球引拍的一部分，也是打出力量和速度必不可少的动作。侧身正手拉弧圈球，马文革在侧身拉弧圈球时，使身体侧对球台，左脚稍前，引拍时手臂内旋，使拍面前倾。当来球跳至下降前期时，在上臂带动下，前臂加速向上为主，略向前发力，拍面稍前倾，击球中上部。正手拉夹转弧圈球。孔令辉拉夹转弧圈球时，两膝弯曲较大，引拍稍低，双腿形成前后站位，转腰引拍时，肩和腰几乎与球台端线成直角，引拍幅度较大，这样就可以拉出旋转强、威胁大的球。拍面前倾，击球中上部，用球拍右侧部位向上加速摩擦球。拉球时重心在右脚，引拍至身后，然后向前上方以向上为主挥拍击球。
马文革在拉家转壶圈球时，身体离球台60厘米左右，左脚在前，右脚在后，两膝弯曲，手臂自然下垂，引拍至右后下方，拍面前倾，右肩下沉，在下降期前段摩擦球的中上部。孔令辉和马文革在发力摩擦球时，他们的身体重心移至左脚，迅速放松还原。他们球触拍的部位是在球拍的中下部靠近拍的上沿，这样可以加快球拍对球的摩擦速度，从而增强球的旋转强度。侧身正手拉夹转弧圈球。孔令辉、马文革在侧身拉夹转弧圈球时，左脚向左跨一步，右脚蹬地后，右脚在左脚后面形成侧身位置，在向右后下方引拍时，上体随之转动，右肩稍下沉，身体重心下降并落在右脚。引拍结束时，右手手腕外展，使球拍呈前倾状，前臂与上臂的角度约为160度。当球从高点期开始下降时，挥拍击球，手腕保持拍面稍前倾，在下降期前段发力摩擦球的中部偏上的部位，在发力向上摩擦球的同时，右脚用力蹬地，上体向左上方转动，以辅助手腕发力。球离拍后，身体重心移至左脚，迅速放松还原。在实战中，反手位利用侧身正手抢拉夹转弧圈球，也成为横拍进攻和得分的重要手段了。孔令辉在发球后，对方用搓压其反手时，他会侧身抢拉弧圈球得分；遇对手搓到他正手位长球时，他会以跨步移动到右方抢拉弧圈球回击。当对方搓球至右方进网短球时，孔令辉便会搓对方反手；待对方把球搓回到自己的反手位时，他会立即侧身抢拉弧圈球。马文革在侧身位能连续抢拉弧圈球，一板比一板凶狠。正手拉前冲弧圈球。正手前冲弧圈球是孔令辉、马文革的主要得分手段之一。他们拉出的球弧线低，上旋强，速度快，落台后球的前冲很强烈。孔令辉、马文革正手拉前冲弧圈球时，身体重心下降偏于右脚，两膝的弯曲较大，前臂与上臂的角度为160度左右，拍面前倾，拍约与台面同高。当球反弹接近高点时，以最快的速度顺着向前发力为主，略带向上的方向，在高点期或上升期后段摩擦球体的中上部直至顶部。侧身正手拉前冲弧圈球。孔令辉在侧身位正手拉前冲弧圈球时，左肩在前，右肩在后，两膝弯曲较大，引拍动作充分舒展，协调地运用腰的力量将球拉出。
从竞争画面可以看到，孔令辉拉球时，球拍是触及球的中上部，因而加快了擦击球的速度。拉球时向前上方发力，以向前为主。我们还可以看到描绘的加转和前冲两种弧圈球不同的发力方向及弧线高低的轨迹。前冲弧圈球的发力向前多，加转弧圈球向上发力多，这样球的飞行弧线也有高有低了。加转弧圈球的弧线比前冲弧圈球的弧线要高，这对我们练习拉前冲和加转弧圈球都有很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因为它告诉了我们如何去发力。在实战中，孔令辉接对方发到反手位的球多用正手回接，短球则以快摆，遇长球则迅速侧身抢冲。自己发球抢攻时，一般采用侧身抢攻直线袭击对方正手位空当。据统计分析，孔令辉在接发球中主动上手较多，得分率接近60%，发球抢攻得分率达到了65%的良好水平。马文革当对方发球偷袭他正手位时，他会抢冲斜线，角度大极具杀伤力。发球抢冲时常有左中右不同线路的变化，速度之快令对方难以招架。正手拉侧旋弧圈球，孔令辉、马文革拉正手侧旋弧圈球时，主要以跨步或小交叉步移动到右方，右脚对着球台边线，上臂与前臂夹角约为160度。当球从高点下降时，上臂带动前臂由右后方顺来球的右侧向左前上方挥动，拍出球的瞬间要突然增加向左的力量，沿着球体的右侧向左前上方摩擦，以使球产生强烈的右侧旋转。上体随着转动辅助手臂发力，发力结束时迅速放松，球拍顺势挥至头前上方，并用一小跳步使身体重心还原。下面是马文革拉正手侧旋弧圈球的技术。在实战中，孔令辉拉侧旋弧圈球可以直接得分。当对手袭击他的右方空当，并且角度较大时，孔令辉采用大跨步移位，以侧弧圈还击，变被动为主动。
马文革的侧弧圈球质量也很高，落到对方台面后向外拐冲的力量很大，对手要远离球台才能到位回击。马文革回击正手来球时采用交叉步移位，拉侧弧圈至对方正手位空当，对方勉强把球回过来，反手位已露出很大漏洞，这时马文革在冲击其反手，对手只有望球兴叹了。正手对拉弧圈球，这是以弧圈球对付弧圈球的一种技术。对拉时，身体离球台端线一米左右，左脚稍前，右脚稍后，两膝弯曲，身体重心偏向右脚。引拍以右上臂带动前臂向右后方引拍，手腕固定，拍面稍前倾。马文革的引拍动作比较小，上臂与前臂夹角约为140度左右，击球时上臂带动前臂由后下方向左前上方挥拍，在下降期前段磨击球的中上部，发力时右脚蹬地，上体右侧向左前方转动，球离拍后迅速放松，用以小跳步使重心还原。在实战中，马文革对拉弧圈球十分稳健，敢于抢先发力，并有斜直线的变化。孔令辉在对拉中跑动积极，击球点比较高，出手快，斜直线的变化快速凶狠。正手快带弧圈球，孔令辉马文革快带弧圈球站位近台，离球台端线40厘米左右，击球前向后引拍很少，将球拍引至身体右前方，几乎是原位迎球。击球时拍面前倾，球拍高于来球，在来球的上升期击球中上部，协调地借助腰髋的转动带动手臂迎前带击，手腕固定拍形，借力中不发力。从竞争的画面可以看到拍面的前倾状态，拍出球的部位以及向前上方挥拍击球的方向。正手攻打弧圈球，孔令辉马文革攻打弧圈球时站位比快带弧圈球稍远一些，距球台端线近一米左右，击球前首先判断好来球弧线的高度，持拍手的前臂略微展开并上提，与上臂的夹角约为135度左右，球拍略高于来球。如遇弧线较低的前冲弧圈球，前臂不用上提，手腕略紧张，拍面前倾，身体重心偏于右脚。当球从台面弹起时，前臂迅速往前上方击球，手腕固定拍形，在上升期后段击球中上部。从竞争的画面可以看到拍面前倾，拍触球部位及发力的方向。正手带打弧圈球，马文革是先快带再攻打，他
是进台快带，然后后退一步再攻打，两个动作的区别非常明显。击球后放松各部肌肉，用小跳步使身体重心还原。在实战中，孔令辉、马文革先以快带调动对方，以先带后打的战术对付对手连续拉出的弧圈球。孔令辉侧身打弧圈球，敢于发力，打得对手无还手之力。马文革在快带中寻找机会，看准就打，他抢位及时，出手快而狠，打得对方措手不及。反手快拨，孔令辉、马文革的反手快拨充分发挥了横拍快拨动作小、速度快的特点。快拨时，身体离球台端线50厘米左右，左脚稍前或两脚平行，两膝微屈，身体重心置于两脚之间。击球前引拍至身体左前侧，右肘稍离身，前臂上提，球拍略高于来球。马文革的拍头朝上较多。前臂与上臂的角度约为90度左右，当来球从台面弹起时屈腕，拍面前倾固定，前臂以肘为轴带动手腕往右前方快速发力，在上升期触球的左侧中上部。从竞争画面可以看到拍触球的部位。快拨时，上体的转动和身体重心的转移较小，主要在两前脚掌之间做很小的转换，因此还原比较方便。从上面看，上臂与前臂、前臂与手腕的夹角都是接近于90度，以便聚集力量发力击球。下面是马文革的反手快拨技术。马文革在反手快拨时，拍头朝上，拍面前倾，触球中上部。
反手弹击，反手弹击突击性强，在快播中弹击一板常能争取主动甚至直接得分。苦力辉在弹击时右肘前出，身体距球台40厘米左右。从动作中可以看出，引拍离身体较近，增大了击球距离，容易发力。孔令辉为了使用手臂的力量，在触球时善于运用手臂和手腕的屈伸动作，稳定地出手。他的反手弹击给人一种安全感，约在来球的高点期击球中上部，手腕发力时有翻动的动作。出手前球拍略低于来球，这样有利于制造弧线，减少失误。球落到对方台面时线路较长，容易为下一板制造机会。从上面看，他弹击前的曲腕动作很明显。马文革弹击时引拍动作快，球拍位置稍高，拍头朝上，用球拍左侧中下部出球，这样便于弹打与摩擦相结合。出球时他的手腕翻动较明显，发力集中，稳健有力。在实战中，孔令辉用弹击压对方反手，造成对方击球失误。他还能在发球后弹打和在接发球时用弹击上手后再发力攻。在与对方反手对搓中，突然弹击斜直线袭击对方两大脚，这种节奏和线路的变化常使对手难以防范。马文革在实战中常采用弹打后结合侧身攻，或者先弹击斜线攻对方反手，然后突然弹直线袭击对方正手空当。他们的弹和攻及快速线路变化的组合运用，对付欧洲的横拍弧圈球选手起到了以快制转的效果。
反手拉前冲弧圈球。反手拉前冲弧圈时，孔令辉、马文革身体正对球台，重心落在两脚之间，上体略前倾，球拍引至腹部左下方，屈腕拍下垂，拍面前倾，拍头朝后。触球时，肘关节夹角约为110度，以上臂带动前臂，在来球的下降前期，先向上挥拍挂球，同时擦踢球的中上部直至顶部，两腿向上蹬伸，身体重心随势前移，压低弧线和加快球速。球离拍后迅速还原成击球的准备姿势。孔令辉拉球时引拍接近怀里，这是为了增大发力距离和拉球的力量。孔令辉的站位双腿分开较大，两膝弯曲程度也大。为了发挥手腕的力量，挥拍过程中球拍的拍头随拉球动作快速旋转了近180度，拍头由后下方转到了前上方。从上面看，引拍时屈腕小于90度，以便充分发挥手腕击球的力量。在实战中，孔令辉、马文革一般先用反手前冲弧圈球压住对方反手，然后再以反手拉前冲弧圈球攻对方正手位空当，有时也采用反手先冲杀直线的战术，在对方站位偏左，右方空当较大时，他们会抢先以直线冲杀。反手拉夹转弧圈球。反手拉夹转弧圈球的站位与反手拉前冲弧圈球基本相同，只是引拍较低，击球时间较晚，向上挥拍的力量大。在两腿蹬伸向上发力时，身体重心升高，上体前倾不明显，拍触球的中上部，经过球的顶部。孔令辉、马文革反手拉弧圈球，发力集中，身体和手臂的配合非常协调，就连他们的非持拍手也和持拍手协调一致，不晃动，没有多余动作。
在实战中，他们反手抢拉积极运用广泛，在接发球中抢拉，发球后抢拉，在对搓中抢先拉起。反手拉结合正手拉，形成两面拉的进攻局面，为自己的得分制胜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反手快拨弧圈球。反手快拨的技术特点是速度快，落点变化丰富，是相持的基本技术，是横拍反手加力打的基础技术。孔令辉在反手快拨弧圈球时，首先判断来球，选好站位，根据来球线路和球弹起的高度向后引拍，肘关节稍前出，手腕内收，球拍稍高于来球，以肘关节为轴，向前上方借来球力量将球拨出，在上升期击球中上部。触球时拍面固定，击球后迅速还原。马文革快拨弧圈球时，向后引拍的幅度不大，球拍的拍头朝上，便于控制球的部位和压低回球弧线，在来球的上升期击球的中上部。从侧面看，马文革主动迎球和手腕发力拨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击球后，他随势挥拍幅度不大，这样有利于还原和连续快拨来球。在实战中，孔令辉、马文革与欧洲弧圈球选手对阵时，会以速度快、落点变化丰富的快拨来争取主动。孔令辉善于快拨斜直线调动对手，他先拨压对方反手，然后快拨直线到对方正手位空当，当对方注意到正手位时，他又会快拨对方中路追身，使对方难以拉出高质量的弧圈球，并破坏对方连续拉球的节奏，为自己反击创造机会。
马文革在拨押对方反手后变正手时，由于他的拍头朝上，在击球时手腕有敲打的动作，这样的变现很突然，速度快，可以直接得分。正手快搓，孔令辉、马文革正手快搓动作幅度不大，出手快，弧线低而短，能有效地控制对方的攻势。搓球前首先判断来球，然后上右脚选好站位。击球时将球拍稍向上引，拍面稍后仰，向前下方挥动，用球拍的中下部在上升期摩擦球的中下部，手腕用力不大。他们在快搓后随时挥拍，动作幅度较短。请看马文革的正手快搓技术。正手慢搓，正手慢搓引拍与正手快搓基本相同，只是击球的时间较晚，在来球的下降期，手腕用力较大，随时挥拍的幅度稍长一些。慢搓时拍面稍后仰，触球中下部。请看马文革的正手慢搓技术。
实战中，孔令辉、马文革善于先用搓球控制对方，然后伺机侧身抢攻。他们用快慢搓和加转搓改变击球节奏，来为自己抢拉弧圈球创造机会。他们在抢拉弧圈球时能冲就冲，不能抢冲时便拉加转弧圈球来为冲杀开路。反手快搓，反手快搓是下旋控制和接发球控制的有效技术。孔令辉和马文革的反手快搓动作幅度小，出手快，回球落点短。快搓时身体向前移动，靠近球台，球拍稍后仰，引拍至适当高度，稍高于来球。击球时球拍向前下方快速搓出，击球点在来球的上升期，用力不大，主要是借力将球搓出，动作结束后迅速还原。反手慢搓，反手慢搓站位和引拍与快搓基本相同，只是击球时间稍晚一些，在来球的下降期。触球时手腕的发力比较明显，以自己主动发力将球搓回。请看马文革的反手慢搓技术。
下面看一下孔令辉、马文革在实战中利用搓球的旋转、节奏、落点变化争取主动的战力。采用慢搓右方大角度或边线短球，或搓对方中路，这种变化多样、控制严密的搓球，对方难以上手。他们还会把球搓到对方反手，角度大、线路长，使对方难以侧身抢位。搓球作为一项单项技术，看起来很简单，在实战中富于变化，其球威就显示出来了。接发球，乒乓球比赛是从发球和接发球开始的，每局接发球与发球机会相同。要接好发球，首先要观察对方发球动作，做出正确判断，其次选择正确的站位，再就是采用不同的回击方法，掌握拍面角度、拍面方向、击球时间和击球部位，以及发力方法和方向。孔令辉、马文革接发球的手段和方法比较多，能挑、拨、拉、弓、搓、摆短、撇长等。他们在反手位接发球时，均采用正手去接，这样在动作开始时与摆短、挑、撇长等技术很相似，有较大的隐蔽性。如采用撇的方法来接发球时，身体靠近球台，重心较低，引拍时与摆短挑打相似，采用搓短或挑打时又与撇相似，只是在拍触球时突然变化触球的部位和发力方向以及发力方法，这种变化的隐蔽性和突然性，既可控制对手的进攻，又可为自己进攻创造有利条件。他们采用慢搓、快摆、搓长与摆短相结合，为快拨创造机会。在接发球中，他们还采用拉弧圈球、台内挑打、侧身抢拉的进攻手段，争取主动得分。孔令辉采用撇长和夹转搓、摆短结合搓反手大角度，伺机侧身抢攻。根据统计，在中瑞团体赛中，孔令辉在接发球和接发球抢攻中得分达65%。孔令辉在接瓦尔德内尔的发球时，采用摆瓦尔德内尔反手位小三角的得分比例也在增加，因此瓦尔德内尔的发球对孔令辉已经不能构成很大威胁。
马文革在接发球中采用撇长、快拨斜直线、抢拉弧圈球的得分率也比较高。这是孔令辉、马文革在比赛中采用各种不同手段接发球得分的战例。
结合技术分析。左拨右攻，左拨右攻，球速比较快，站位近台，在来球的上升期击球，左拨和右攻均是以前臂发力为主，击球都在台外进行，但触球点在身前。左右交换击球的过程中，充分运用腰的转动来协助引拍和摆速动作。右攻时，孔令辉、马文革的引拍动作不大，只是随着腰的右转将球拍引至身体右侧，右攻结束后随着腰的左转将球拍引至身体左侧前，这对保证在身前击球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在左右击球过程中通常采用跳步移位，在右方来球角度太大时也可采用交叉步来移位。下面请看马文革的左拨右攻技术。实战中，在左拨斜直线后成右攻，或调打台内短球后成左拨右攻。